生活懒人包则是要告诉大家，台中的百货公司周年庆率先全台开跑，为了抢商机，趁中秋节连续假期前，百货业者寄出了好康优惠，像是广三搜购推出了80000组的化妆品特惠价开放预购，还有 Hello Kitty 前来助阵。大鲁阁新时代除了全馆满3000送300之外，还有贵妇级的光疗美甲体验，吸引女性消费者。周年庆率先全台抢先开跑，为的就是要赶在中秋连假前抢攻民众荷包。设举牌人员的后方排队。化妆品是各家百货主力战场，纷纷寄出不同的优惠好康，像是中优百货化妆品满2000送200，全馆满3000送300，还有200000组的独家优惠特惠组，品牌日再加码，刷卡还有满额礼。另外像是广三搜购，全馆满1000送100，80000组的独家优惠。另外还找来 Hello Kitty 和人气插画家拜拜啾啾合体，推出劝拜卖萌的满额赠品。大鲁阁新时代则是全馆满3000送300，满10000元送电影票，满7000还能获得森林王子张泰山的签名毛巾。针对化妆品 VIP 客户，还能够免费体验光疗美甲和咖啡下午茶。因为周年庆的优惠一定是最划算，所以就可以在这个时间，然后把一整年需要的东西一次买足。就像平常的话，可能就是比如说最多就是9折，可是如果是周年庆来拿特惠组加全馆活动买起来真的很便宜。中优百货预估这波周年庆能让业绩成长60%，广三搜购和大鲁阁新时代也都有信心业绩能比去年同期成长4%到5%，各家百货火力全开，提早开打将战线拉长，为的就是要突破目标营收。记者王英章、洪杰明台中报道。